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5月5日，皇马决赛三遇红军，皇家马德里总比分6-5逆转淘汰曼城晋级欧冠联决赛，将与利物浦争冠。皇马与利物浦第三次在欧冠联决赛相遇，此前二次双方各夺一冠。皇马与利物浦三次在欧冠联决赛相遇。1981年，利物浦1-0胜皇马，巴黎王子公园球场。2018年，皇马3-1胜利物浦，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。2022年，大家期待巴黎法兰西大球场的利物浦对阵皇马。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。